健身养成功。第二步方法，润脏折腑。第一式，开肺健胃。第二式，心肾相交。
第三式润喉壮肾。第四式，调理三焦。第五式，疏肝利脾。
第六式敲山震海。第七式，抖动全身。以上是我每天练习出山掌功法的视频分享，请大家多多的批评指正。好，再见。